但今天起个散网起头啊，今天这个起的这个头啊，比较完整，看到没有？他开始的时候留着个小尾巴哈，留着个小尾巴，但最后有用，就这样子围着纸板绕啊，围着纸板绕。然后您要是挤60个头啊，您就怎么绕59下，也就是这就是一下，对吧？然后您要是起40个头啊，您就绕39下。起完了之后啊，您来回的这么片的织，您来回的这儿织啊，多织几圈就行呀，织个3圈5圈都行哈。然后呢，咱就拿起就是这小梭子上我右手拿的这个，就是咱刚才就是起头剩的那个小尾巴，你把它上到这个梭子上，上线上到梭子上啊，跟一边这个扣对齐了，这样的哈，就是把它给圈起来了，因为这散网是圆的啊。这样子就圈起来了，看没有？跟一边这个扣啊，然后这个样子找一下它的长度，找一下它的长度，然后这个样子算拴上它。这一个左手里边啊，是个咱们个梭子线，正常的梭子线，它俩这个样子就是等于对头接扣了。这样子再织一扣啊，咱这个散网的起头啊，就算是把它给圆起来了。这样子这个地方织两下吧，看到没有？它这个样子就算是把咱这个散网起头啊给圆起来了，然后再拿去织板，拿去咱正常织网用的梭子，对，您就接着往下织就行了啊，接着往下织就行了。行。把咱们这个链条分好分开啊，往下抓，左手抓网啊，右手抓板啊，那可以散网。来，朋友们，前方来一网啊！看表哥手气怎么样？好，来，哇塞，漂亮啊！看一看，瞧一瞧啊，看一下表哥这一网有没有鱼。到底了就可以收啊。这个网下是很快的，哦，有鱼，哦，漂亮，哇，可以哦，一网拆手吃鱼不愁啊，好多土鳞，就是这个环境嘛有点不太好，这里都是土，都是这些泥巴，有鱼就行啊，对，土鳞够大了，够大够大，3条4条，我看看这个鱼。看看啊，把鱼放出来啊，看看。放鱼的话呢，就是把咱们这个拉线啊收进网里面，链条放到底下去啊。鱼的话呢，就是从底下出来啊。放鱼也非常的简单啊，非常的快啊，看到没有？哇塞，这4条。不错。11、13都可以了。那肯定够啊，对不对？过来打的第一网就有4条，4级发财，没有啥。